卧槽，操场上好多的作业啊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瞅瞅现在几点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，你给操场上摆这么多作业是干嘛？废话，这都是你们欠的作业，特别是你舒懒欠的最多。卧槽，这么多我什么时候能写完啊？管你呢，开学必须给我，该给其他同学布置作业了。来来来，你们都一人一本，十年后给我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一人一本，而我却要写一座山的量，你这个狗东西不纯纯针对我吗？说什么呢，我这是为了你好，十分钟内把这些都写完。看着都不少。我操，谁十分钟之内能写完这些啊？小绿毛想让我叫家长就直接说。告诉你，看见你难受我就开心。这些作业谁爱写谁写，你给我去试吧。老师没了赶紧跑，同学们不要告诉他我去哪里了。这个门不能进，里边全是我准备的机关，实际上我是从水电梯上去了，他是找不到我的。这有个压力板，对面也有，我的秘密通道就在这附近，快把门关上，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Later. 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会跟我作对，让我去附近找一下，前方有门，他一定是躲里边了，快冲进去抓他。这有两个箭头，先去左边的试一下，竟然有活板门，快冲下去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试一下另一边，竟然还有活板门，感觉告诉我他一定在下边。卧槽特么的，居然是陷阱，真是快坑死我了。去试一下最后一扇门，卧槽，给这玩套娃呢。不管了，一路、居然是笑眼，快把门关上，多关几扇，现在没那么怕了。去附近找一下，有可能两边会有门，先去左边瞅瞅。快到了，这里竟然有水电梯，臭小子一定是从这里跑掉的，好像踩到了什么。尼玛，居然是机关，去另一边瞅瞅，希望这个不要再是陷阱了，快冲上去抓树懒。臭小子放下武器投降。我操，可恶的臭小子竟然又坑我，先去水门里找一下，放下武器投降。这是哪里？我操，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火门里找一下，把背包里的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好点的角度丢出去，举起手来，什么玩意，给我滚一边。太残暴了，居然又中机关，附近一定有隐藏门呀。这不是小绿毛吗？可恶的臭小子把我坑得真惨，你给我下去吧，还敢拿刀威胁我。咦，骨灰都烧没有了，摆上电脑继续玩游戏。快点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喂老师，我来了。你是不是也想上去？我操，嗯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些都是没上网课的学生，幸好我上了。上了又怎样，不还是迟到了，就不能早来点？还不是你突然通知来学校。那那么多废话，快给我滚回位子上去。小绿毛，信不信我去告状，让教育局把你给开除了。闭上你的臭嘴，好好上课。我直接拿出电脑玩会游戏，还是站起来玩吧。嗯，树懒，你特么也想被吊起来了吧？别，我错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看看同学们多难受，还是给他们放下来吧。不可能，等我什么时候心情好再放。那老师，我给你表演一个小魔术。快开始你的表演。启动机关，看看你头上是不是没有方块了。是啊。准备好起飞吧老师。小绿毛飞得好高。他没了，赶紧跑，这里有多个陷阱，实际上我是往阳台跑了，这两个门不能进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，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Later. 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坑我。黑板上有两个按钮，先试一下最近这个。Hello? 大哥了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试一下这个。我操！刺激！特么的，居然又中机关了。去洗手间里找一找，他一定躲在里边。放下五。可恶啊！有本事你再给我。真是气死我了，让我抓到腿给你打断。去阳台附近找一下，这有两扇门，他一定躲在其中一个里头。脚底下有一个活板门，他一定躲在下边。卧槽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我太
难了。尼玛，居然又中陷阱了。去对面门里找一下，墙角竟然有箭头，快冲下去抓人。臭小子，放下武器投降吧。怎么还有一个活板门？给这玩套娃。快去把展示框里的线拿出来，修复一下陷阱，现在放心多了，继续玩游戏吧。Later. 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阳台上找一下，臭小子，你无。我操！太残暴了！可恶啊，竟然又坑我，臭小子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这不是小绿毛吗？浑身好臭啊！你以为这些东西就能吓到我？启动机关，老师吃我一波火球术。他没了，赶紧把机器关掉，让我选一个好点的地方玩游戏，就在这里吧。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前面怎么又有一个坑？地下还全是岩浆块。小子，快下来上课。看什么呢？快给我滚过来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下去，把旁边的末影珍珠取出来，多拿几个，找个好点角度丢出去，安全到达。老师，你瞅。你居然敢打我，看看对面那个是谁。你先瞅瞅这是什么勾吧，教室。竟然侮辱我的教室，给我下去吧。可恶的老师竟然把我打下去。打你怎么了？有事给我憋着。给你脸了是吧？别大哥。放过我这次，就原谅你这回，再有下次你试试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回去上课吧，还站这里干什么？配合你演戏，真当自己牛起来了。跟我出来，让你看个东西。嗯，过去瞅瞅。我操！树懒，快来救我！诸神，你怎么在对面？小绿毛，你竟然绑架他！是又怎么样？让你们成天欺负我。我操！老师，快把刀放下！给我滚进来，乖乖上课。好的，我全听你的。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。明明是拿刀威胁我，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怨我了。他没了，快把机器关掉。咦，骨灰都劈没了，趁现在赶紧跑。这下边有我提前准备的水坑，靠着墙壁下去，安全到达。卧槽，这吸力好大，挣脱不开呀，让我想想有什么办法。对了，手里有一颗末影珍珠，丢出去。前面这里有我准备的水火门，实际上我是从这个门里跑了，看我一个大跳。卧槽，完。Later. 可恶啊，快气死我了，放一本书搭过去，终于可以去我终极陷阱旁了，我都忍不住要玩游戏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Later. 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坑我，让我抓到腿给你打断。去黑板附近瞅瞅，这里竟然有两个拉杆，先去左边的这个，希望不要是陷阱。怎么没有反应？原来是假的，真是可恶啊。右边那个应该也是假的，拉一下试试。我操。 Hello? 大哥冷静。可恶啊，这居然是真的。去后边找一下，这里居然有一扇门，他一定躲在里边，快冲进去抓树懒。竟然没有，去这些门里找一下，就从你先开始。放下武器投降吧，给这玩套。竟然是笑眼，快点把门关上，现在安全多了。去旁边的活板门里找一下，他一定躲在下边，快冲下去抓人投降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特么的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，试一下这个。卧槽，现在连遮掩都不遮掩了，真当我眼瞎啊。去最后一扇门里找一下，不会又套娃吧？不管了，一直冲过去。尼玛，居然是机关，去外边找一下，看有没有密室，不要放过每一处细节。这地面真滑啊，下次再也不用了。找同学们借几个东西，等会防止树懒坑我。去悬崖边上找一下，有可能他跳下去了。探头瞅一眼，没什么东西。我操，刚刚没看清，快冲下去抓他，靠着墙下去，安全到达。快点搭一个东西，吸力好大，终于快出来了。这里竟然有水火门，还是先把龙蛋打掉吧。掉落物呢？四处找一下，原来在这里。快点打碎吃了，又飞不见了。不管了，先瞅瞅去哪个门里，就你了，快点冲过去。我操，忘了这水吸力很大。可恶啊，竟然又没了，看我一个大跳。这是哪里？扭过头瞅。我操，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火门里找一下，放下武器投降吧，你跑不掉了。把背包里的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好点的角度丢出去。什么东西？我操，不要过来。太
擦爆了。可恶啊，让我找到腿给你打断，这里竟然有冰，快过去瞅瞅，他一定在里边。我听见老师的声音了。臭小子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是我雪球攻击，再来一下。你没完了是吧？你竟然敢打我，不要以为有这些东西你就安全了。启动机关。小绿毛没了，拿出电脑继续玩游戏吧。拿错了，摆上电脑开机。前面的隧道好奇怪啊，我看见了什么？卧槽，老师在里面，旁边怎么都是篝火？你这道题解得很正确。喂，我来了。小子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丢，你这新教室也太热了吧。你懂什么，这多漂亮啊，热是不是？我给你降降温。现在好点没？这些作业你拿着写完，明天给我。我丢，好多啊，出来玩一圈还要写作业。老师，我不想写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业。快滚回位子上。可恶的小绿毛竟然拿刀威胁我。老师，这道题怎么写？我现在过来教你。可恶的老师，离女生那么近干什么？是谁从后边打我？原来是你，不好好写作业在这干什么？这么多作业谁爱写谁写，我一本都不留。可恶的臭小子，竟然乱扔，快给我捡起来。竟然还敢拿刀威胁我，那就不要怨我了。他没了，赶紧跑。这两边有我准备的机关，实际上我是从右边隐藏门跑了。这里是屏障方块，把门关上，快点从这里出去，把隐藏门关好，快把展示框里的线取下来，修复一下陷阱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Later. 可恶的臭小子，就知道坑我，让我找到腿给你打断。去附近找一下，这里竟然有两个箭头，先去左边的找一下，下边安全，快冲下去抓树来。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特么的，居然是机关，去后边找一下，小子一定躲在下边，快冲下去抓他。卧槽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前面找一下，他一定就在这附近，右边一看就是隐藏，下边竟然是岩浆，去左边里头找一下，踩到了什么。老师快来了，赶紧跑。左右两边有我设计的水火门，其实我是从中间隐藏门跑掉了。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尼玛，居然是机关，再去右边试一下，找个东西扔出去试试，感觉像是屏障方块。果然，快从隐藏门进去抓它。我丢，被抢。这是哪里？特么的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，看我把你这些陷阱拆毁。前面有水火门，先去水门里找一下，好像碰到了什么。我操。 Hello? 大哥冷静。哈哈哈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我操。 Hello? 冷。我太难了。可恶啊，去火门里找一下，把背包里的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好点的角度丢出去，感觉周围凉凉的。我操。不要过来。兄弟们冷。太惨爆了。尼玛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，这果然有隐藏门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这不是老师吗？竟然还敢拿刀，你给我下去吧。咦，骨灰都烧没有了，摆上电脑继续玩游戏。今天上矿时刻，我挖点金子去上课，老师应该不会说我了吧？感觉不对劲啊，上面怎么有这么多的钻石？快点挖上去，再挖一个就拿方块垫上去。终于出来了。怎么还少一位同学？我来了。看看现在几点了。你昨天晚上说上矿时刻，我去挖了一点矿物，就这啥也不是，拿着就感觉脏了我的手。你竟然敢丢我的作业，不可饶恕。你瞅瞅同学们都拿来的东西。我操，不是钻石就是绿宝石。再看看你，快给我滚回位子上去。你神气什么，又不是你挖的。好了同学们，我们上课。老人总说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但是我为什么越想越气。走，找小绿毛理论。喂老师，耳聋了。小绿毛小绿毛，干啥不好好上课？他们挖的矿是矿，难道我挖的就不是了？当然。你居然区别对待，气得我拉杆都放错位置了。
老师没了，赶紧跑！这附近有我设计的多个陷阱，我是从中间隐藏门跑了。就在这附近玩会游戏吧。拿出来电脑。哎呀，忘了一件事，把展示框里的线拿出来，快点修复一下半线钩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Later. 你奶奶个大鸡腿，整天就知道坑我，让我抓到腿给你打断。黑板旁有两个拉杆，先去试一。我操！特么的，居然是陷阱！去试一下右边的，希望这个不要。Hello， 大哥冷静。尼玛，居然是陷阱！早就发现两边有水电梯了，先去右边这个找一下。放下武器投降，终于快到了。我操！什么玩意？可恶的小子，去左边的水电梯试一下，感觉他一定在附近，快冲上去抓出来！臭小子，放下武器投降吧，你是跑不掉了。终于快到顶端了，这里竟然有一个洞，快冲下去抓人！下面竟然有水坑，那一定不会错了。给这玩套娃呢，一路冲过去，竟然什么都没有。找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，出不去了，输入神秘代码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居然又中陷阱了，中间一定是隐藏门，快点冲进去抓他，臭小子。我操，老师来了，赶紧跑，这里有我准备的水火门，其实中间是隐藏门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特么的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，前面竟然有水火门，还是先去水门里找一下。放下武器投降吧，竟然没有人，快把背包里的钻石镐拿出来，这些钻石块都是我的了。可恶啊，把剩下一块也拿走。我太难了，特么的，真是快气死我了。去火门里找一下，他一定躲在里边，快把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角度丢出去。什么玩意？你们不要过来。兄弟们冷静，太残暴了，真是快坑死我了，这一看就是隐藏门。小绿毛来了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真是把我坑得好惨，竟然敢拿刀威胁我，快启动机关，你给我下去吧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臭小子，快拉我上去，要不然你试试。我去，竟然还敢威胁我。就在附近，拿出电脑玩会游戏吧。这是黑粉的，下辈子也写不完，去瞅瞅下一个是谁的。原来是路人，还是非常的多。继续往下看，接下来应该是点赞的人，他们的作业就少了很多。下一个应该是关注的人，基本上都没什么作业了。去看一下最后一个，这个应该是我的铁粉。铁粉就是把点赞关注都做了的人，他们完全。老师你怎么在这？马上2024年了，还在盘点。怎么了？爱到你了吗？快滚进来上课。卧槽，这里怎么会有教室？哼，我的教室无处不在，我简直要吐了。现在回到位置上吧。莫名其妙我就来上课了，不行，我是铁粉，我要玩电脑。先让小绿毛消失，快放置拉杆启动机关。小绿毛没了，同学们别告诉他，黑板上有我设计的陷阱，中间隐藏门后也有，这里有我准备的男女门，实际上我是从中间的隐藏门跑掉了，快点把门关上，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可恶的臭小子，真是快气死我了，让我抓到有他好受的。黑板旁竟然有两个拉杆，先去左边的试一下。Hello? 大哥冷静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另一边试一下，不要再是。这是哪里？感觉好可怕。特么的，居然中机关了，我早就发现上面有一个目标方块，快用雪球试一下。我的手怎么不受控制了？尼玛，真是坑死我了，中间隐藏门，后边必有陷阱，看我猜得多准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这里竟然有男女门，自古男左女右，我是个娘炮，快冲下去抓出来。我操！真是快坑死我了，去旁边的火板门底下找一下，快冲下去抓出来，给这玩套娃呢。我操！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这中间一定是隐藏门，这竟然有水火门，选去水门里。
这是哪里？四处瞅一瞅。我操！特么的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！去火门里找一下，树懒一定躲在里边。把背包里的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角度丢出去，扭头瞅一下。不要过来！太残暴了！真是快气死我了！这附近一定有隐藏门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！你竟然敢拿刀威胁我，给我滚下去吧！臭小子，快拉我上去，要不然叫你家长来学校！在下边还敢威胁我，和我的小弟聊聊吧。小绿毛没了，继续玩游戏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老师给我叫来的是什么鬼地方？就差你小子了，立刻给我滚过来。我滴个乖乖，这我可不敢跳过去，只能使用末影珍珠，不然猴命难保。找个角度一发入魂。看什么看？看你咋滴，不服气啊？难不成你也想跟他们一样？别，老师冷静，刚才是我不对。算你小的识相，回座位吧。好嘞，您说啥是啥。我操！小绿毛，你特么什么意思？哈哈，坑了我200多集，就是看你不爽。怎么你小子有意见啊？别，老师我开玩笑呢，我就喜欢脚底着火的感觉。哈哈，欺负树懒的感觉太爽了，以后一定多来几次。我让你爽。爽啊，你怎么不爽了？还敢烧我的脚，真是给你脸了。幸好黑板后面有我的隐藏门，这附近也都是我的陷阱。把门关上，躲在这玩会儿游戏。Later. 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坑我，让我抓到腿给你打断。先去试一下这个拉杆。我操！ Hello? 大哥冷静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试一下对面那个，希望这个。特么的，居然是机关！根据以往经验，中间一定是隐藏门。我真是太聪明了，瞅一下两边，先去男女门吧。自古男左女右，我是娘炮，快下去抓他，给这玩。小朋友，你是否遗憾到我？尼玛，居然是机关！去试一下旁边的火板门，快下去抓树懒，又给这玩套啊！卧槽卧槽，有炸弹！可恶啊，就知道坑我，忍不住了，把背包里的钻石镐拿出来。小宝贝们，我来了，就从你先开始。有本事你再给我来一个。这回一定没了，快进我怀里吧。老师快来了，赶紧跑，这里是隐藏门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呜，真是太欺负人了，快进去抓树懒。怎么还有选择题啊？不管了，先去水门里找。这是哪里？我操！我太难了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火门里找一下，墙上少了一个末影珍珠，它一定躲在里边了，快冲进去抓树。我操！不要过来。兄弟们冷静。太残暴了。尼玛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！我就知道这里有隐藏门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可恶，竟然拿刀威胁我，给我滚下去吧。小绿毛没了，继续玩游戏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我对岸在白纳，风雨漂泊的。喂，别特么挖了。你是人是鬼啊？废话，我是你老师。那你躲这儿干嘛？社会上的事你少打听，把裤腰带拴紧，赶紧跟我走。妻子多久，可怜你出庭。哈哈，现在知道我带你来干嘛了吧？我宁愿不来，搞这么多作业，我才不写呢。你小子还好意思说，这都是这些年你欠下的作业。别，老师你听我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既然这样，那只有对不起了。敢逼我树懒写作业，你真是第一人。不过老师肯定不会放过我，趁现在赶快搭石头跑路。上来后，墙的旁边有我布置的陷阱，把线取下来修复一下，这个钻石就留给那个见钱眼开的老师。我就在这玩会儿游戏。Later. 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找的腿给你打断。快用钻石镐把这两块原石挖掉，四处认真的找一下，这里竟然有火板门，他一定是躲在其中一个。先去左边这个找一下，快下去抓树。我操！小朋友，你是否遗憾到我后？
卧槽卧槽，有炸弹！你奶奶个大鸡腿！去另一个瞅瞅，放下武器！卧槽！特么的，居然是机关，去外边找一下。臭小子，一定是躲在这教室里面。前面竟然有一个按钮，过去试试，瞅瞅看发生了什么，竟然出现了一个密道，下去试一下按钮，这一定是去往他秘密基地的。什么声音？可恶啊，竟然又坑我，黑板中间一定是隐藏门，我真是太聪明了，快进去抓他，给这玩套娃。卧槽下边。老师快来了，赶紧跑。这幅画能直接穿过去。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特么的，居然又中陷阱了。去外边找一下。上面竟然有梯子，快过去。臭小子，这回一定跑不掉了。快点拿石头搭上去，准备放下武器投降吧。到一半了，快点。要不然他又跑掉了。往后退一点，继续搭，快点顺着梯子爬上去。终于到顶上了，这是哪里？我操，竟然有凋零。我太难了，快点把半线沟拆掉，前面竟然有钻石原矿，苍蝇再小也是肉，快点挖了。可恶啊，快气死我了，这幅画后边一定没有墙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你竟然拿刀威胁我。吵吵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就是一堆小玩具。你竟然这样子说，快去启动机关。小绿毛没了，继续玩游戏。先把机器关掉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听说树懒开了一间教室。喂喂喂喂，我来了。原来是你啊，你先回位子上去吧，我把这道题讲完。好无聊啊，到四处转一转吧，去瞅瞅他们的药水怎么样，拿出来仔细观察观察，这效果也太垃圾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当然是帮你检查。这是我的学生，不用你指手画脚。我这暴脾气今天就要检查。给我放下，就这种垃圾东西我还不想碰呢。竟然侮辱学生们的作业。别拿刀，你试一下我这瓶药水就知道了。那行，就让我尝一下，看看是怎么个事。哈哈，中毒了吧，让你坑我两百多级。你有本事给我等，咱们走着瞧。你要干嘛？哟呵，还有力气反抗，那就吃我这招天降正义。树懒终于没了，赶紧跑。你们不要告诉他，黑板两边有我设计的陷阱，快点把隐藏门关上。我丢，这门好难关，脚下是屏障方块，马上把这几个方块打掉。就在这附近批改一会作业，立刻把臭小子们的作业拿出来。Later. 可恶的小绿毛真是快气死我了，让我抓到腿给他打断。先去试一下黑板左边的拉。我操！刺激！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试一下右边的。Hello? 大哥冷静。特么的，居然是机关，根据以往经验，中间一定是隐藏门，让我找到你了。找到了又怎么样，有本事你过来啊。竟然挑衅我，让我扔一个木棍探探路。原来是屏障方块啊，小绿毛，我看你这回能往哪跑。不要狗叫。哈哈哈，臭小子没了，快利用拉杆飞上去。去我终极陷阱旁批改一会作业，就在这附近，拿出来摆上。Later. 快点冲进去抓他，真是快坑死我，让我抓到腿给你打断。去前面几个门里找一下，先从左边的开始，放下武器投降吧。这里竟然有一个活板门，他一卧槽，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可恶啊，竟然是陷阱，去对面门里找一下，他一定躲在里边。就这还想坑我，做梦呢。不管了，去其他地方找一下，我记得还有两个门没去找呢。这里需要一个大跳，让我好好的选一选。就你了，这一定是去往他秘密基。我操。Hello? 大哥们冷静。特么的，居然是机关，去这是哪里？我操，你奶奶个大鸡腿，臭小子一定是利用拉杆跑了。
可恶的小绿毛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！竟然敢拿刀威胁我，你给我上去吧！快放我下来，要不然有你好受的！在上面还不老实，非要让我动粗，是不是？快点启动机关！树懒没了，快点把机器关上，太吵了，继续批改作业吧。听说老师今天叫我来玩电脑，这里怎么会有岩浆？当然是我准备的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丢，竟然想害我！这哪是要坑你，明明就是我为了放置小偷的。快到我跟前来。有什么事吗？吃我雪球攻击。可恶的小绿毛，竟然打你怎么了？还敢动手？你不服也来打我啊！你给我等着，回来必收拾你。看看我这个教室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现在能玩电脑吗？想什么呢？就是叫你来看看。你不是叫我来和你一起玩游戏的吗？做什么白日梦呢？我就是找一个理由把你骗过来。卧槽，上当了，你给我去天上反省一下吧。还想拿刀打我？黑板两边有我设计的机关，趁现在赶紧跑，中间有隐藏门，不管了，还是从这跑吧，这里有我准备的男女们，从中间的隐藏门跑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，这门好难关啊，终于关上了，就在前面不远处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可恶的臭小子，竟然坑我，让我抓到腿给你打断。先去试一下左边这个拉杆，希望不要是陷阱。Hello? 大哥冷静，哈哈哈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再去试一下右边的拉杆，这个总我操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我早就发现这里有水电梯了，先去右边的这个找一下，臭小子一定是躲在上边，竟然有门，快冲进去抓他，给这玩套娃呢。不管了，一路冲过去。嗯，我操，你们不要过来，谁能来救救我。特么的，去这边男女门里找一下，我是娘炮，我选右边，快下去抓出来，放下。我操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尼玛，居然是陷阱！去左边的找一下，臭小子，一定是躲在这个下面。安全，快下去抓他！树懒，放下武器头。啊！啊！我操！啊！啊！我操！可恶啊！竟然是机关！去最左边的水电梯找一下，臭小子，我看你这回往哪里跑？他一定是躲在里边了，竟然又给这套娃！不管了，一路冲过去！我操！居然是笑眼，快把门关上，吓得我把自己都关进去了，快点跑出去，这里我是一秒钟都不想待，快利用水电梯下去，终于快到地面了，再来一次就 OK 了，刚刚一定是有我遗漏的地方，感觉这附近有隐藏门，仔细瞅瞅，不放过每一处，哈哈哈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卧槽，竟然被你找到了，谁让你在这里玩游戏呢？玩电脑怎么了？又不是你的，竟然敢顶嘴了，看见这东西没？你以为这些小玩意能护得住你？启动机关。小绿毛没了，快点把机器关掉，就在这附近玩会游戏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诸神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都怪小绿毛给我叫到这个破地方。就是他到底要干嘛呀？下面有水，我先下去了。我怎么看着不像水？我操，老师太可恶了，幸好我没跳，歹亏我会落地水。喂，小绿毛，你特么几个意思哟，你居然没上当，老子又不是青光眼，居然还敢打我，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，不然我的好兄弟诸神岂不白白牺牲？这头死猪命值几个钱，拿着就当抚恤金了。我丢是金子，这下好了吧，赶紧回座位上。他以为这样就能打发我吗？那我兄弟岂不白白牺牲，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同学们来看这，你的臭钱还给你，你小子活腻了吧，想特么造反不成？别冲动，老师，我是准备把电脑上交，这还差不多，现在还不是下手的时候，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。老实个屁，这就给你点颜色瞧瞧。真以为我害怕你是吗？他是不会放过我的，不过这里也有我的陷阱，我就躲在这边玩会游戏，把门关上，从背包拿出一台电脑开机。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抓到有你好受的。黑板旁有两个拉杆，先去左边的试一下。我操 ，Hello， 大哥冷静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试一下右边的拉杆。刺激！
特么的，竟然是机关！我早就发现后边有隐藏门了，这里竟然有活板门，先去左边的试试，快点冲下去抓他！树懒一定在。尼玛，居然是陷阱！去对面的找一下，臭小子，一定是躲在下边，快冲下去抓他！我操！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？卧槽卧槽，有炸弹！可恶啊，竟然是机关！去这个门里找一下，这里头竟然有水火门，先去水门里找一下，放下武器。这是哪里？特么的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！去火门里找一下，快点把背包里的末影珍珠拿出来，找个好点的角度丢出去，感觉背后凉凉的。你们不要过来！大哥，我太难了！尼玛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！根据以往经验，中间一定是隐藏门，认真的找一下。呀，这不是小绿毛吗？浑身脏兮兮的，给我滚过来，受死！竟然敢拿刀威胁我，给我滚下去吧！小绿毛没了，把底下的岩浆变成黑曜石吧，快点把水收起来，就在这附近玩会游戏吧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终于放寒假了，我要去找诸神。卧槽，只能赌一次了。我滴个妈呀，吓死我了，这要有啥三长两短，岂不猴命嗝屁。为了防止其他人来，我把这里直接摧毁，喝口冰红茶可以进入密室了。这是真的假的啊？嘿嘿，树懒，惊喜不惊喜？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，先喝口牛奶解解腻。哇塞，诸神，我简直太幸福了，有你这样的好朋友给我准备这么多电脑。这不是放寒假了，快别说了，来双排吧。来了来了，开机。追踪了树懒一路，怎么到这儿没影了？他不会从这跳下去了吧？我过去看看。我操！真以为我没办法是吗？直接来口冰红茶，等着被我制裁吧，小树懒。诸神，你还怪厉害的。喂，你这头死猪居然也在。老师你怎么来了？你赶快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诸神说的对。对个屁，你俩作业写完了吗？居然还搞一个电脑密室。不就是寒假作业吗？这就给你拿出来。老师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他居然来了，真晦气。上一边去吧你。你俩居然给我搞小动作。那又怎样？看见你我就烦，这就让你消失。就是明明都放假了还来找我们麻烦。别理他，诸神，咱俩先跑，秘密基地早就有我布置的陷阱，今天刚好派上用场。我把门关上。那我就放好压力板，取下这边的末影珍珠，切记这两边一定不能进，正确的入口是这边。我操，差点卡墙里，把这个铁栅栏堵上，老师想进都进不来。嘿嘿，万无一失了，咱们玩游戏吧。Later。 这俩小子居然合伙骗我，里面放的根本不是作业，最好别被我等下，这里一定是入口，哈哈，你俩跑不掉了。居然是陷阱，太可恶了。等一下，这是昆蛋门吗？怎么还有？怎么没完没了的？直接冲不管了。原来是我的宝贝作业，我还以为这是什么地方。大哥冷静。臭小子，真当我好欺负是吧？这边居然还有我，一定要小心点，放慢脚步，我就不信还能中招。这会儿我真气不打一出来，现在只剩下这个岩浆门，很可疑。背包里有珍珠，丢出去试试。小绿毛来得这么快，赶紧取下拉杆。就知道你俩在这儿。知道又怎样，树懒动手。就这两下还敢来找我们，就是咱们快走，这里要按左边的按钮就会被传送到大厅。嘿嘿，我也来了，咱俩快去另一侧的门，其实这边也是陷阱重重。对，就是为了防止可恶的老师。我把墙上的线取下来修复陷阱，这次准保万无一失。哈哈，我俩是不可能被抓住的。那是自然，我们快去玩游戏吧。好嘞，开机。直接丢颗珍珠进去，这俩人跑得还真快，最好别被我抓住。两个按钮，我选右边。众所周知，我不是娘炮，我选左边。
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去了大厅这边，哈哈，你俩这次肯定在我手上了，果然缴械投降吧。当老子好欺负是吧？看来今天必须要动真格了，否则真不把我当回事。把你当个屁，直接展示烟花盛宴。我操！拜拜，兄弟们，下期见。老师，你怎么在对面？树懒，快来救我，我等会还要给你们布置作业呢。你先在那里等会，我去看看旁边的是谁。原来是我心爱的狗子。还没救我呢，你想什么其他的？在我心里，狗子比你大。卧槽，你竟然拿我和狗比较。你给我滚下去吧。我丢，你居然敢打我的狗子，自己想办法过来吧，我再也不管你了。去最后一个看看是谁，反正我是不会救小绿毛了。卧槽，我好像看见小绿毛也过来了。儿子，别过来这里，危险。竟然无视我，逆徒，看看我手里是什么吧。你来不来救我，要不然。助手老师，我现在就救你。这才听话吗？早这样子不就完了，走回我的地方救我。可恶的小绿毛，看我怎么坑你。老师，你等着我，现在就来救你。不要急，很快就到了。快点过来，要不然你懂的。你往后退点，赶紧过来吧。干得不错，走回去给你们布置作业。老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掉了？我回去看看。臭小子，你拿雪球干什么？你给我下去吧。哈哈哈，让你威胁我。卧槽，不小心也掉下来了，快点上去。卧槽，快扎死我了。终于快到了，小绿毛没了，我要赶紧跑，要不然他该追上来了。我丢，好像跑反了，趁小绿毛没有过来之前赶紧跑，要不然他抓到我绝对会打我一顿。儿子快点跑，这里有我两年半前准备的陷阱。知道了老爸，你和老妈也走吧。我和你妈给你准备的电脑你拿上。知道了，你们照顾好自己，墙上有陷阱，老师绝对中招。快点把门关上，再把展示框里的线拿出来，就给这里玩会游戏吧。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气我，让我抓到有他好受的。去附近找一下，瞅瞅他父母还在不在。哈哈哈，居然还在，就拿你们两个出出气，都给我去是吧。你也跑不掉，这里竟然有两个拉杆，过去试一下。先拉右边的吧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试一下左边的。我操 ！Hello， 大哥冷。老师快来了，赶紧跑，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，把另一台也摆上，这样子我就有两倍快来了。Later。 特么的，居然是陷阱，这里一定有隐藏门。我太聪明，这是哪里？让我四处瞅瞅。我操！尼玛，居然是陷阱，快气死我了。去前面的水火门里找一下，先去水门里瞅瞅。可恶啊，竟然是机关。把背包里的末影珍珠拿出来，直接丢出去。我操，竟然卡墙里了，快点让我出去，就差一点就出来了，真是坑死我了。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密室，什么都没有，还是嘎了吧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这中间一定是隐藏门呀。这不是小绿毛吗？可恶的树懒，你把我坑得好惨。你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我操，快点启动机关。臭小子，你不讲武德。快把机器关掉，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